来相亲要先问男孩子的朋友，男孩子有什么缺点，是这回事儿。我先替即将上场的小伙子了解了解你闺蜜眼里你的缺点。我有点忐忑了啊！来来，你先当着大家伙面说说她有什么缺点。那我跟我说说吧，大点声说。说吧。没有女人味，就是个女汉子，风风火火、大大咧咧的。女的必须有女人味啊！我看着现在挺女人的。你有对象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我们今天啊，给姑娘找的相亲顾问王维念老师，她现在也单身。我觉得你俩倒是挺般配的啊！啊，你回过头看看旁边这个。老男人，你好歹给我点面子，我多老呢？我就想问问大家，我很老吗？不老不老不老，最美不过夕阳红。我呢，现在要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，我要找一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老男人问一问，看看跟没有女人味的老婆能不能过得下去。哎，锁定一个岁数大的啊，就这个，这位大爷，大爷，哎，你老伴儿有女人味没有啊？有。你老伴儿都怎么有女人味儿啊？有。不是，都怎么有女人味儿啊？小不得。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小不得呢？假如你老婆没有女人味儿会怎么样啊？小不得。我觉得你已经活出一种境界来了，有没有女人味儿都小不得了。